有見及此，近年新出現嘅頒獎禮都係以
乐为为主，反映大众对音乐嘅谂法，加强音乐人同听众嘅沟通，包括以乐为投票为主嘅超级颁奖礼、标歌标识 Awards 等，同时亦以乐为于串流平台上嘅播放率为依归，例如 KKBOX 风云榜。所以要衡量辩题，就会比较乐迷为主定系专业评审为主，或者更能将音乐推向普及，促进乐坛发展。我方订立甲方辩题原因有二：第一，引入多元标准，乐坛百花齐放，专业评审之下，即使有几多乐迷投票都好，都难以令自己心仪歌同歌手得到肯定。由一小撮人去主导成个乐坛风格，一嚟应受性欠奉，二嚟未能紧贴社会，难以将音乐普及。相反，各家樂迷口味都不一樣，因此樂迷為主之下，評審標準更多元，人注 R&B， 人注搖滾 rap 等等。因此光有樂壇光譜闊咗嘅情況下，唔同風格歌手都可以喺頒獎禮上得到肯定。而香港自2019年起，亦都多咗以樂迷為主嘅頒獎禮，例如 KKBOX 超級等。樂迷透過收聽、支持、投票去支持心目中嘅歌手，令到更多唔同風格音樂人可以喺頒獎入邊崭露頭角，例如 Serenity、Percy， 甚或有別於傳統曲風嘅陳雷等。反問有方，你認為用一小撮人以不透明嘅標準主導樂壇發展更有認受性，定係樂迷主導之後多咗唔同風格歌手，反而對樂壇弊多於利呢？第二，增加公眾參與，推動樂壇發展。專業評審之下，樂迷影響力實在有限，導致樂迷淡出樂壇。不過香港就以專業評審為主，樂迷仍然係親生仔頒獎禮、親一色 K 歌，逐漸將重心放於韓國、歐美等市場，令到樂壇失去樂迷嘅推動力。但以樂迷為主之下，樂迷嘅參與就絕對唔係投票咁簡單，運動員力極高嘅群體，足以主宰樂壇發展。以韓國為例，大部分頒獎禮都以樂迷為主。而樂迷會投放大量時間、金錢同精力去為自己喜愛歌手宣傳，帶動商業元素去銷售周邊，用互聯網將中意的金曲歌手推出海外，增加整個樂壇的知名度。因此韓國這計一年靠音樂內容的出口數字就已經高達6.4億美元，可見樂迷參與長遠有助推動樂壇可持續發展。最後想問有方啦，同不同意好的音樂要令音樂人同聽眾間互相溝通呢？多謝各位。方主辯題時間為4分1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咧，有請反方主辯，粵方主辯，你同人哋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我先向你主持。評判主席在各位打草，今日嘅辯題一條比較辯題，在討論之先要釐清兩大比較對象。樂迷投票是指大眾在樂壇指定平台上主動表達意向的程序，所以今天有方所講計算播放量和流量等網絡分析的獎，並不算得上是樂迷投票。而綜合世界各地不同以專業評審聞名的頒獎典禮，我方會界定專業評審中的專業人士，泛指音樂業界的從業員，包括台前幕後，他們的特點在於音樂知識豐富，具備行業的經驗和視野。而台灣金曲獎的做法是我方心目中專業評審最高規格的體現，專業音樂人會聚在一起討論、辯論，再投票獎項花落誰家。加上辯題並沒有指明地域和頒獎禮，辯論對辯題具普遍性，加上現實上一個頒獎典禮可以同時存在樂迷投票和專業評審兩個獎，並無矛盾，需要令討論具意義。真正要問的是何仔的更加貼合樂壇頒獎典禮的本質，從理論上誰為主誰為次。叫得頒獎典禮其本質必定是擇優而秀，而擇優而秀之所以咁關鍵，都是同樂壇的長遠發展息息相關。透過頒獎可以表揚好的音樂，肯定音樂人的付出和貢獻，一方面推動他們繼續製作出好的作品，同時其他同行亦都會為得到獎項而努力，形成良性競爭，推動進步。故此今日衡量辯題的標準在於樂迷投票抑或是專業評審，何者更加能做到擇優而秀。而我方基於下兩點訂立粵方辯題。第一，專業評審較全面，曾經擔任台灣金音獎評審的資深音樂人陳子豪和馬世芳指出，評審的關鍵應該是以音樂創作的整體去判斷，詞曲演唱錄音每個環節都很關鍵，而專業評審就可以做到全面的音樂評價，包括幕前因素、幕後因素，並非雙面考慮。
例如台灣組合落入 BCAD， 所以用奪第32屆金曲獎最佳樂團獎。除了因為技術有成之外，更加是因為評審認同他們在年輕樂團有影響力。又以外國組合 Still Sonic 為例，他們創作為黑人音樂帶來創新突破，得到評判的肯定，奪得2022年美國國民美獎的多個大獎。這些幕後因素包括幕後製作、對樂壇的影響、貢獻等等，都只有專業評審可以見到，大眾樂迷根本難以涉獵。而且大眾樂迷很多時候只不過按個人喜好來投票，同埋有非音樂的因素影響，例如歌曲的宣傳活動、網絡輿論、歌手在樂壇的意外表現等等。可見樂迷投票最多只可以找出最受歡迎而非最好的音樂，試問最受歡迎為何可以跟最好來比擬呢？第二，專業評審有一句問責性，專業評審需要面向公眾，他的評審結果要經得起同行的挑戰，否則有機會影響他在行內的名聲和地位，故此他的評審時候會加倍審慎，不會將商業因素考慮在內，而且樂於將討論公開。例如22年的台灣金曲獎之中，華語歌王的結果備受爭議，被傳媒問到的時候，原來這個獎項在評審圍內討論的時候都十分有見，但考慮到得主崔健30年以來都可以維持很強的創作能力，最終以一票之差勝出。以上的例子可以見到專業評審的透明度高而被不足。相反，樂迷投票的獎項之中，我們永遠不會知每個樂迷投票時候的考量，他們都沒有責任逐個出來交代，除了知道得主很多人投票之外就沒有其他資訊，重點是沒有評語的媒體。音樂製作人陣間不會具體知道哪裡做得好哪裡做得不好，對樂壇的進步未見實質幫助。再想想有方同學同同意獎項擲優而受是對樂壇發展有利呢？多謝各位。主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3秒，無可持續需扣分。接著就是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評判亦同可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公辯一方延長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何問題？好，咁亦都請評判注意啦。填寫公辯分數時咧，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反方跟指第一格依法填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咧先至係呢個嘅發問分數。咁啊好，而家先請咧正方自由派出位辯手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手一順。要方一副。要方一副。咁請要方一副。咁啊，正方公辯咧，你有2分鐘時間，準備我可以向你提問。想問有方同唔同意一首好嘅歌曲要大眾明白同理解？同意嘅，但今日有方嘅。係啦，同意。咁有方，你知唔知道專業評審係用啲乜嘢標準去判定一首歌，又或者一個歌手應唔應該拎獎？今日專業評審佢好多唔同角度，點解全面分析一首歌？咁樣全面，咁佢用啲乜嘢標準？我解釋係兩方陣先。嗱，我方咧你見得到，兩個評審咧會從一首歌嘅曲風啦，同佢用嘅唔同嘅方法，例如啦，《三誒查爾斯的愛》啊，呢首歌要用乜嘢曲風？咁乜嘢曲風為之一首好嘅音樂？有方知道啦，有方自己專業識過。乜嘢曲風為之一首好嘅音樂？好，有方自己都知道喎。好，其實唔係咁單一，不過有唔同標準。咁要睇嘅係質素，因為你係評審嘅質素。要睇質素，咁點為之好？咁有方自己都識講，我方冇可能俾佢單一答案。有方自己都知道，我冇單一答案。你話啲專業評審好專業，雖然專業評審好專業，但你又解釋唔到究竟點樣先叫做好喎。所以一方面咧，你同我講話咧要好要專業，但係點樣好都唔知喎。再嚟問你啦，你要咁專業啊？咁嗰啲唱歌嗰啲人作詞作曲之前使唔使考牌？有方今日見到。其實唔需要考牌，點解要考牌？唔使考牌，咁你咪矛盾咯。你一方面要攞獎嗰啲人要專業，你要擲優而受，咁但係你又允許嗰啲唔專業嘅人存在喺呢個樂壇度，咁你幾時專業，幾時唔專業？個問題係啊，就好似今日打辯論，就可以好開心自己同朋友打辯論，又或者咧喺賽上面今日。其實所以有方都明白啦，辯論係一個專業，但係辯好嘅辯論唔一定要專業啊嘛。你講一條，你講一條好好嘅主線出嚟，但係佢全世界都聽唔明嘅。咁有啲乜嘢用啊？再問多你一次啦，你係咪矛盾先？你要攞獎嗰啲人專業，但係你又揾佢啲唔專業嘅人喺樂壇。所以今日評判嘅中狀就係令到所有人都聽唔明嗰條，但係聽唔明語先咯。咁啊，有方而家咧講話要專業，但係彈出難入喎，又話要專業啦，又話唔使考牌喎，到最後啊，樂壇頒獎典禮成為小
一陣到反方公辯，先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甲方公辯你可以開始，咁你有兩分鐘時間準備好意思去介紹自己。入方咁推崇我，咁就要政策我唔係投票嘅，我嘅都係嗰個行為。入方知唔知有幾多首候選歌啊？唔知啊，入方。係啊，我方同你講啊，而家咧就有271首歌入圍，每首歌平均三分半鐘，要聽曬950分鐘，要全面分析，一定要聽曬每首歌。想問係咪每個樂迷都聽足950分鐘？嗱，唔係先啦，而家。你唔係有方面覺得使唔使先？點解唔使？唔係因為你可能你一個樂迷聽幾首歌，咁你其他樂迷係所以咧，佢聽咗幾首歌，咁佢就知道嗰幾首歌中較好嘅歌係邊個，但聽唔曬全部嘅歌，最好嘅歌係邊個啊？有方同意？有得，即係所以話其實有方都同意啦。咁想問，咁想問有方都知道你要聽曬所有歌嘅時候咧，你保唔保證到所有樂迷都聽曬歌先投？我唔保證到嚇，點解保證到啊？嚇咩啊？你而家唔係淨係睇一個樂迷睇曬所有，唔係就係講緊一個樂迷會唔會聽曬所有歌？有方保唔保證到？唔係啊，而家問題就係你係啊，所以其實咧，今日有方都答唔出嘅。我唔係投票咧，可以唔使聽曬就投嘅時候，呢、這個根本係對其他音樂製作人唔公平。好啦，之後我哋咧就問啊，知唔知道古天樂點解喺2018年我都我最喜愛男歌手啊？問佢就係因為邊個問投佢？係啦，除咗啲樂迷投佢之後，點解啲樂迷投佢啊？咁喂，但我最喜愛男歌手咁，咁投得呢個獎金就係因為喜愛佢啊嘛。係啦，就係因為喜愛佢，所以咧喜愛佢係咪抵用嘅？唔一定啊，但係呢個係啦，所以我覺得唔一定啊。但係因為我彈古真係擲優異嘅時候，根本唔應該由樂迷嘅喜好去判定啊嘛。之後再問啦，有方覺得咧，幕後因素或前幕後因素係咪要判斷一個歌好唔好嘅時候要同時考慮啊？係啊，樂迷都做到呢啲嘛。係點啊？樂迷做到啊？嚇！樂迷佢係透過佢參與呢個樂壇。唔係咁，樂迷好中意自己做嗰啲嘢咧，都係樂迷。好，好時間補充啊，李偉。咁啊，而家就輪到咧甲方第一方面。在各位大家好，問過有方同意音樂人同聽眾之間要做到溝通，有方自己同意，但咧佢就同我哋講話專業評審咧會有問責制，所以咧就更加公平。但我方現況下見到金勁哥金曲嘅專業評審咧，原來淨係翻俾親生仔，美國格林美獎咧俾人爆出腐敗醜聞，俾歌手杯葛，可見咧啲專業評審佢哋都會以主觀因素去凌駕專業。以上嘅例子點樣體現到溝通咧？現況下，如果由一小撮人嘅主觀因素去建立樂壇文化，大眾嘅口味被視為二等公民，咁樣對樂壇嘅發展又係咪好咧？所以有方仍然堅持要用專業評審為主，只係基於兩個原因：第一，佢哋同我哋講話樂迷咧會主觀，會按佢哋嘅個人喜惡，會睇其他因素，所以咧就會特別理性嘅結果。但係有方，你憑咩認為啲樂迷投票嘅時候，佢哋一定係？理性，淨係去睇佢其他個人因素而冇睇過佢嘅歌曲，定即係有方你主觀認為得獎嗰啲歌唔好聽，佢哋唱得唔好，所以就算有人覺得好聽，你就會覺得佢哋係唔理性咧？凡請有方一副用清晰例子交代 ，QCon 年度推介 KKBOX 風雲榜入邊有邊一首歌係唔理性底下而得出嚟嘅結果？所以有方方面咧就同我哋講話，古天樂佢都攞到獎啊，但等等先，因為古天樂攞嘅嗰個獎咧叫做我最喜愛男歌手，所以嗰啲人咧。佢最喜愛古天樂，佢咪就投古天樂咯。唔明白有咩問題？佢依家又唔係專業大獎。而第二咧，就係有方認為咧，專業樂壇咧要發展，就必須要擇優而秀。因有方話咧，因為音樂係專業，應該要由專人去評。但公辯同你講啦，咁係咪歌手作詞作曲嗰啲通通都要考牌咧？有方自己又話唔係，所以咪好矛盾咯。呢一方面咧，覺得樂壇發展咧應該要去專業，但另一方面咧，佢哋又唔使考牌喎，所以都唔知道你專業嘅標準在於邊度，幾要專業嘅唔使專業。所以凡請有方解釋一下，你到最後原來咧只係得翻一小撮人咧去主導曬成個樂壇嘅時候，點樣達至普及音樂嘅進程咧？最後要睇本樂迷為主之後，樂壇會呈現咩境況？可以從過程結果去分析。先講過程，欣賞音樂唔係有方講得咁複雜。正如咧著名監製黃商俊都同我哋講，其
覺得雙向溝通不需要都可以突然之間知道自己的作品做成點咧？再講結果，過去嘅以以評審為主咧，樂壇升一升都係得啲 K 歌，男女歌手心平氣走，十首咧叱咤得獎歌曲同埋九首曲風都係一樣。相反，以樂迷為主之後咧，吸納多元口味，主辯講其他獨立派系嘅音樂人得獎機會反而多咗，咁我自己都冇回應，所以現況下。樂迷為主之後，光譜負咗，點解得獎曲風會少咗呢？多謝各位。甲方第一副辯費時間三分十一秒，冇過時需求分。現時有請咧，乙方第一副辯有三分鐘發言時間，準備保持時間計時。歡迎觀音各位大家好。小小公辯環節，聽曬啲歌聲，決定意向係最基本嘅要求，跟住對象最起碼嘅尊重。有觀眾會保證唔到我問投票之前會聽曬所有歌，又或有啲人根本冇聽過啲歌就投票。相反，專業評審會一齊坐低，聽完所有候選作品再作討論。第三十屆金曲獎評審團主席陳生人就指出，評審需要聽曬所有人入圍嘅作品再打分，即使當年入圍作品高達20000件都係咁做。比較之下，樂迷投票連最基本要求都做唔到，應該將樂壇嘅殊榮交俾樂迷投票咧。其實後面嘅問題有方一樣答唔到，樂迷投票考慮無人會知。相反，我方主辯已舉個例子同解釋，專業評審會向公眾交代評審結果，有方無正面回應。以上可見，專業評審嘅更加理想，即係進行兩點分析有方嘅主線。但有方主辯嘅時候，第一個論點同我哋講話可以百花齊放，但現時點解有一班小眾嘅音樂依然存在咧？因為小眾嘅音樂有方要點靠我埋去解決佢哋。再講啦，咁有方咧又話我埋經常好多，但今日有方自己嘅主辯都講話啊，啲話藝術咧隨住時代唔同而改變啦，冇一個標準嘅答案，所以今日要睇嘅係咩？要睇嘅係評審嘅質素啊嘛，唔係歌嘅質素。所以再睇翻我方。嘅專業評審，專業評審有透明度，有問責性，可以知道佢點頭。啲人問佢：，咦，點解呢首點解呢個歌手落咗圍，落咗船？點解嗰個歌手贏咗都係答得出話，佢唔可以亂答，因為我會關注佢哋嘅未來發展。而但面對住我迷咧，我迷退完票走人，冇人知道佢點頭。所以真正單一、真正冇標準嘅唔係我迷咩？第二，有方今日好重視觀眾嘅參與。換言之，今日只為人數，但人數多，我哋可以理解先。今日咧，由我哋顧住一堆人咧，嗱，見到夠多人，一定會有班人可以理解得到嘅。咁咁樣嘅論證又唔真係合理咧。嗱，咁由今日我方見得到，評審更加可以深入了解一首歌曲，知道首歌真正表達緊乜嘢，更加會了解背後嘅製作同困難。所以佢根據經裏面嘅評語同分析，先至可以製作到一個平台，供大家作交流同分析啊嘛。咁唔係先至，因為有方所真係想講嘅符合性咧。咁仲有各位，千祈唔好再睇小專業評審嘅影響力，都能夠做到擲優而受，推動樂壇提升質素之外，專業評審仲可以令到樂壇更多元化。專業評審會一視同仁咁審視所有合資格嘅入圍歌同作品，包括上比較少但有實力嘅偏門音樂，要從作品分佈努力同提升質素，爭取評審嘅認同，要透過翻轉轉嚟宣揚出去。相反，若果分辨者從全網民感嘅掌控，下一個小眾服從多數，啲小眾風格嘅音樂，就算做得再好，都難以同流行音樂鬥過粉絲，音樂價值都會埋沒。可見專業評審對樂迷投票更加嘅可能惡化情況，謝大家。要方一副時間，剛剛好三分鐘，咁啊好過時，需求分。接住咧，有請甲方嘅第二副辯。你同我哋有三分鐘發言時間啦，準備攞開先問計時先。各位大家好，音樂係專業，但好嘅音樂唔等於一定要專業。音樂要做得好，就係要同樂迷溝通得到。我嘅立場就係咁簡單嘅啫。有方一直堅持唔可以以樂迷為主，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樂迷認為，有方認為咧，樂迷投票嗰陣時會按自己嘅喜好去考慮唔同嘅因素，唔單止係音樂。第一副問過你，點知佢哋有冇個人喜好咧？有方講唔到噶，所以你真係假設一啲嘢，自己覺得唔好聽嘅歌，你就覺得佢唔值得攞獎。投票人咧就係按自己嘅喜好啦。所以我方問你有啲乜嘢例子，有方例子舉咗好多，但我方聽到咧就係得古天樂呢一個例子啦。但係古天樂佢攞嘅係咩獎？佢攞嘅係我最喜愛男歌手。我最喜愛男歌手呢個獎嘅本質係乜嘢？就係觀眾最喜愛啊嘛。咁觀眾最喜愛就係古天樂。
啲 K 歌咧，咁我都解釋唔到㗎。甚至前啲勁歌金曲咧，無線就係頒俾星夢嗰班親生仔，佢又叫唔叫專業咧？甚至到後嚟啦，格林美獎啦，佢黑箱作業，啲歌手都出嚟同你講話咧，佢唔會再去格林美獎，佢要杯葛格林美啊！咁又係咪叫專業咧？唔通嗰陣時咧，香港樂壇淨係得 K 歌，啲專業評審又係咪真係會聽曬佢啲歌咧？有方要解釋。當然啦，我方明白有部分嘅音樂派係觀眾，佢哋可能冇咁多，即係啲樂迷為主咧。但係樂迷為主都唔等於呢一啲歌同埋呢一啲歌手拎唔到獎㗎嘛。以招方標性嘅曲為例啊，佢嘅設計係以音樂派別分類獎項，所以唔同嘅派係唔同曲風嘅音樂，例如係拉丁、電音、爵士，甚至係基督教嘅聖詩、福音歌等等，都係有獎項去頒發俾佢哋啊。所以唔同音樂派別嘅樂迷同埋音樂人都可以參與到，一樣做到當然，一樣照顧到唔同口味。唔同口味嘅樂迷，所以無論個曲風係點樣都好，音樂派系係點樣都好，只要公眾能夠明白到，只要有共鳴，都同樣可以攞獎嘅。反問有方啦，標方標式嘅曲又點樣照顧唔到其他音樂呢？所以啦，有方堅持嘅原因唔成啦。再嚟我哋睇下樂迷為主，可以為樂壇帶嚟乜嘢改變？睇微觀同宏觀，先講微觀啦。喺專業評審之下咧，啲樂迷冇份參與幕後獎嘅投選，自然就冇機會去認識啲幕後嘅音樂人。但係咧，參與係改變認知嘅第一步嚟啊嘛。有翻去投呢啲嘅歌手，你就去聽下唔同歌手再落決定。同樣地，當呢一啲獎項同樣俾市民機會去揀，樂迷為主就提供咗呢個途徑俾佢哋去了解。聽歌嗰陣時就會了解埋一啲幕後嘅音樂人，去發掘更多嘅作品，推動樂壇。再講宏觀啊，主編講過韓國透過樂迷嘅參與成功帶來咗6.4億嘅美元出口收入，就好似今年而家嘅香港樂壇咁樣咯。樂迷有份參與，會鋪天蓋地咁樣宣傳，社交平台轉載啊，喺店鋪黐海報，以消費鼓勵投票。反問有風啦，你係覺得呢啲樂迷嘅力量冇用啊，定話係引入咗商業元素，令到樂壇可持續地發展，都叫做係弊處咧？咁就位。甲方二付牌時間3:07，我個時追問翻，接住請乙方二付，你同人哋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先消費計時。嚟到二副位，主席評判入方來場就位，大家好。嚟到二副位置，我哋用一個對比去理解雙方嘅爭議，或睇辯論。好多辯論比賽都揾老師、現役或者退役嘅大專辯員做評判。今日嘅辯超聯，大家都知道評判嘅資格係要1年或者以上嘅大專比賽或者大隊嘅經驗。介紹背後都係希望評判有一定嘅辯論背景同埋經驗。點解呢？就係因為我哋相信有辯論背景嘅評判可以真正從答案、反駁等嘅技術層面評比賽，真正做到擲優而受，而唔係單睇有冇眼神接觸，講嘢夠唔夠大聲嚟評比賽。用翻有方嘅論點，其實咁樣再有3位評判都可能係只係辯界嘅一個小部分，但係正正就因為咧評判嘅專業性，我哋相信評判可以以專業嘅視野凌駕個人立場，秉持公正嘅態度去作出判決。所以辯論比賽一直以嚟嘅專業評審嘅評判制度未必完美，但一樣行之有效，一樣具公信力。咁有方係咁質疑，好簡單問有方一個問題，同樣制度邏輯放喺樂壇，有方就非常之質疑。其實有方係咪都覺得今日三位評判作嘅判決一陣間都係唔公正嘅呢？咦？今日呢場辯超聯比賽，我聽完主因，所以今日嘅最佳辯論員就係主辯，呢個就係今日有方嘅立場。同樣道理，放喺樂壇上面，啲樂迷淨係一個人，淨係睇一小部分嘅歌曲就進行投票，呢個連最基本做到睇曬所有咁多音樂聽曬之後再做投票都做唔到，最簡單嘅要求都做唔到嘅時候，有方所講嘅全面何在啊？公平何在啊？有方，所以咧今日咧，我相信。相反，評判咧就好似我方一副所講啦，佢哋有專業嘅知識，佢哋會睇曬再提。頭先嘅方喺之後解釋，唔好再混淆視聽，話所有歌曲都有樂迷去睇，就叫做全面，就叫做公平。今日有方攞香港嚟做類比，但係咧今日香港咧唔符合我方所講嘅專業評判嘅準則。今日咧香港只不過係電台為內投票，根本就冇專業嘅音樂知識。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咧，因為咧韓國咧佢哋有呢個公眾參與啊，即係有呢個樂迷參與，需要有大量嘅金錢同埋時間。嗱，今日有方要去講正翻，佢係樂迷為主，呢一個論點根本就唔係樂迷為主所帶出嚟嘅。就算樂迷為次嘅時候，佢哋都會做得到呢啲，佢都會用大量金錢同時間去推動呢個樂壇嘅發展。
講到底啦，所以今日咧有方咧，其實咧質疑我哋嘅專業評審咧離地，但我都好好奇有方所講嘅離地係啲乜嘢。今日有方只要唔跟隨大眾主流就叫做離地，咁專業評審必然喺有方嘅理解之下離地。但重點就在於擲優如手嘅頒獎典禮有啲乜嘢弊處咧？相反之下，我方嘅理解之下咧，專業評審係真正嘅貼地，點解？因為佢哋相比喺大眾更加貼緊行情，收到樂壇嘅最新動向。下面有方作為行內人士嘅大眾樂迷，點解唔係更加離地嘅一方呢？講到底，不論係樂迷投票定專業評審，都只不過係工具。真正呢乜嘢工具，要視乎場景嘅本質，冇絕對嘅對錯，但有合適與不合適嘅分別。由大家一齊負責嘅交俾大眾投票絕對合理，所以咧今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認清樂壇嘅本質，即係足緊做好音樂嘅本質，樂壇先可以外延前進。多謝各位。遠方發言同埋三分十秒過波時段開講啦。咁啊，而家就進入激烈嘅議論辯論環節啦。咁啊，雙方各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畢，本人咧會宣布另一方嘅剩餘時間。咁該方咧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係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喺本環節結束嘅時候咧，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咧從未發言咧，可以即場提出。屬實嘅話咧，該辯員所屬一方咧會被每位評判咧扣除五分嘅。請問雙方有冇問題？
所以今日咪唔符合老科嘅專業咯。老科專業係唔參雜嘅商業因素啦，有科冇錯話納税名啦。所以再問多次啦，佢哋會唔會聽曬所有歌先投票？有科知唔知呢個世界有幾多首歌？係啊，所以因為有科淨係單計香港都271首歌，台灣有20000首歌，專評審會聽曬在座，咁樣係咪偏見？佢哋都聽唔曬咯，佢哋咪聽曬全世界所有歌先投咯。咁你咪聽咗所有入選嘅歌曲之後再投，咁樣就係咪專業先有歌？係啦，所以原來有方嘅專業評審咧，自己都唔係睇曬所有歌嘅，係咪咁咧？唔係有方，我哋唔係保障專業評審係聽曬所有歌。台灣金曲獎係20000首歌全部評審，再投票再投票，甚至喺投票嘅最第三輪咧，先至咧可以有最後幾強嘅時候，咁樣係咪就係好咧？係好啊，因為你見啲評審同啲大眾嘅口味係咪一樣咧？咁所以我揀嘅好嘅音樂唔一定要同大眾口味一樣嘅喎。但係現況底下，你好嘅音樂就要做到同樂迷溝通啊！呢個有幫你自己都同意，所以你嘅評審點樣代表大眾？解釋。所以第一，樂迷投票唔代表佢唔代表大眾推咗。第二，想問有方究竟係咪唔啱大眾嘅嗰一首歌就唔叫好音樂？係啊，我方立場真係因為佢要同樂迷之間咧做到溝通先叫好音樂。我方主辯咧一開始已經同你講，所以你嗰一啲嘅專業評審格林美獎得的嘅黑箱作業問題咧，我自己都解釋唔到，唔緊要，再問你啦。你一方面話咧，你自己要專業，但一方面又唔使考核，咁你幾時專業，幾時唔使專業？所以喺遊方眼中，專業少咗嘅音樂唔應該被推廣，係咪？因為佢少人聽。現況底下，你想推廣啲小眾嘅音樂，我方咪話可以好似標哥、標姐、標哥咁樣去設立一啲唔同嘅獎項，去公平投票，有咩問題？但遊方自己話少人聽就係溝通唔到喎，咁點解要推廣啊？因為所以我方立場底下根本就唔存在小眾音樂嘅出現，只係有唔同派別嘅音樂出現啦，有冇同講嘅？係，所以今日遊方立場佢同我講咧，由小眾音樂咧變咗咗唔同派別音樂啦，唔同派別音樂咧，佢哋自己都可以有專業評審去評佢喎，甚至喺大專留嘅頒獎典禮之中，都可以有小眾嘅音樂攞第一嘅時候，呢樣嘢係咪一件好事咧？唔係啦，所以我方立場底下不嬲都同你講緊冇小眾音樂會攞得到獎，而係唔同派別嘅音樂啊嘛。所以問翻有方啦，呢啲唔同派別嘅音樂有唔同嘅獎，佢設俾佢哋俾樂迷投票，係唔係就解決你嘅問題啊？嚇唔係啊，因為佢樂迷投出嚟嘅結果唔一定係好嘅音樂啊嘛。不如有方論證下先啦，點解主流偏見係咁先？你話要溝通，咁佢哋溝通到啦，有共鳴啊，點解係投出嚟嘅音樂係好咧？但有方由頭都冇論證過點樣溝通到喎。佢哋有共鳴先會去投嗰首歌，先會覺得佢哋係好啊嘛，點樣溝通唔到咧？投咗嗰首歌係咪就要溝通到啊？係啊。所以今日有方咪好方話溝通，就係講緊兩樣嘢，要有平與交流，要有互相交流，要有平要回饋，首先先有交流啊嘛。多謝各位。咁啊，甲方就上完三年，咁你可以睇咗一位現場嘅，咁啊用咗餘下時間，但係準備好可以去考試。甲方要全體就應承啦，多謝各位。好，唔該曬。咁啊，而家呢個嘅辯論完結或者就結束啦。請問在座各位咧，有冇發現台上嘅辯論係未曾發言嘅？好。咁啊，而家結辯準備。我有個問題，我想問翻大家有冇調到或者編成過我哋嗰個最佳辯論？甲方有調到或者調翻埋嚟發言。好，你都應該有調到嘅。好，而家係結辯一分鐘準備，咁啊，可以開始。先請啊！呢個粵方結辯答辯，你有4分鐘嘅時間。
準備好請示範藝術事件。
就一千個哈魯雷德。在座各位大家好，覺得首歌好聽，本來就係非常主觀嘅諗法，因此辯題最難嘅係要為主觀嘅音樂揾出客觀嘅答案。今日有方話樂迷會唔夠專業，但專業評審又何嘗唔會有唔專業嘅結果出現呢？我剛才都唔講嘅樂迷有共犯，不過唔好忘記專業評審一樣會有問題。背後道理好簡單，因為樂迷同專業評審都係人，而人本來就係主觀嘅生物。因此，辯題要比較嘅係一小部分主觀嘅人，定係無數個主觀嘅人，先可以揀一首好嘅歌出嚟。音樂係專業，但專業從來都唔係衡量歌曲好壞嘅唯一標準。樂迷為主的他，即使樂迷投票唔係最推崇藝術價值，但都唔代表揀出嚟嘅歌只有方廣告咁冇質素。因為樂迷一樣有鑑賞能力，一首大眾認可嘅歌，我諗亦都唔會自不大意。所以縱觀全場，今日有方不斷話專業評審可以聽曬所有歌，但計翻條數，幾萬首歌，平均每首歌都三分鐘，幾十萬分鐘，要不眠不休24小時七日都聽，都要聽足差唔多成年，到底合唔合理呢？所以有方面話同意頒獎禮嘅着重係推廣音樂，樂壇就係要符合責任原則，但有方根本就唔理解樂壇嘅主題樂壇嘅重要性。我方不斷強調，音樂嘅作用係作為溝通橋梁，而唔係一小撮人嘅事。但有方物以充耳不聞。縱觀歷史，正正就係因為有啲打住推廣音樂嘅旗幟，實際上只係一小部分人自己為威威嘅頒獎禮，先會造就過去死氣沉沉嘅案件。有方話，樂迷主動嘅風範搖少咗，但先以實驗上判斷，我方全場講過咁多樂迷頒獎禮，唔同曲風，不減反升，有何犯得到？過去樂壇專業評審為主，導致香港曲風清一色 K 歌，有個解釋唔到，所以應上曲風一變化就同樂迷嘅參與掛鈎，又密切關係嘅時候，我方實在唔明白有方嘅立論基礎。所以音樂係專業，但音樂更加要做到與人溝通互動。一首歌寫得再好，但冇人聽得明，又有咩用處呢？唔知大家有冇試過睇演唱會嘅時候，歌手唱到自己台下嘅觀眾都喊埋份咧？點解歌手同樂迷會有咁強烈嘅情感聯繫？正正因為呢首歌由心底裏面打動大家，而呢份嘅感情係唔應該用任何嘅專業技巧去衡量，要建立呢一種嘅聯繫，將歌曲同埋到更加多人。樂迷就係最好嘅媒介。前場講過，韓國樂迷動員力極高嘅例子有望打落唔到。其實有方都知，小部分專業評審去決定根本就吸引唔到大眾嘅關注。音樂唔係樂迷，歌手之外，往往都貼近住社會。流行音樂往往都捕捉住時代嘅集體情緒，並且漸漸大眾為直發滿足生活嘅人。七八十年代，樂迷一公獅子山下，策劃出推廣嘅拼搏精神，讓到 Beyond 填海曲風充滿幾多人，成為社會追逐理想嘅代表歌。可見音樂有佢嘅社會功能，但當專業評審最睇重嘅係有我所講嘅專業性。一啲音樂技巧未必登峰造極，但充分體現社會脈絡嘅歌曲，又能唔能夠被選出呢？樂迷為主的他，將社會價值帶入樂壇頒獎禮，就能夠選出呢啲貼近時代嘅好歌。正如我一開始所講，辯題最難嘅係為主觀嘅音樂揾出客觀嘅答案，而我方嘅答案就係樂迷被專業評審入本質上嘅參與基礎分別。而最重要嘅係音樂唔只係專業，仲要睇全人。社會的互動入行是屬於在座每一位的，結果自在人心。七百萬個樂迷就有七百萬種價值，結束樂壇故事就是靠我們手上這一票，用無數的價值去試煉出扣人心弦的好歌。多謝我。有方結辯費時間為四分零七秒，本課時無需扣分。比賽就告一段落啦，請大家留在舞台稍等一陣。咁提醒評判啦，最佳辯論員咧需要額外比分嘅，請每位評判只需喺今日八位台上辯員當中咧選出表現較突出嘅三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一位填30，次佳一位填20，下一位填10，其餘五位嘅話咧不用填寫嘅。
去做到咧，就你講完啲嘢，對方嘗試回應，你講完啲嘢，就對方嘗試回應，係有時變順暢嘅。咁所以咧，即係你知，作為我哋三個專業嘅評級者，我都好緊，因為我判咗你贏，你就話我核心夠；因為我判咗你贏，你就話我收手你，我都真係覺得頭痛嘅，因為我估我嗰邊啦，即係我好接近嘅，即係高水平。即係如果你知一面倒就最簡單，即係我判咗你輸，你判到下我咁多面子啊嘛，即係非常係有啲困難嘅。咁我會覺得咧，即係有幾個位。第一咧，我估嗱，即係算在前面咧，就其實咧打呢類面題都預咗，但係其實你就如果邊一面能夠脱離到呢個框框咧，其實嗰邊永遠贏面就難啲嘅。就係點咧？其實我唔係選出嚟嘅結果，我同專業評審選出嚟嘅結果係咪一定有衝突咧？即係今日我會覺得雙方就係你就覺得係嘛？即係一定係我唔係選出嚟嗰個，你專業評審我啲衰人。你哋係考到專業評審先選到啲正嘅，你惡嘅啲人出，即係你明？你咁樣擺喺個對立面，就係今日即係唔播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即係大家都明你哋講嘅方向唔係絕對嘅真理嚟嘅，即係根本大家可能都係選同一個人嘅，即係講真啊，即係佢今日嘅比賽咁啊，三個評判同即係跟住我話嗱，外面一百個街坊嚟睇，可能最後個結果可以嘅，即係今日當大家擺成對立嘅時候咧，就預咗就有啲邊個能夠首先叫到出呢一個陷阱咧？即係我會贏嘅，會嗰啲講出嚟嘅一定中難啲咯。咁但係大家明我，我覺得難就係未有一方做到，所以真係大家都有贏嘅機會，兩邊亦都有輸嘅可能。我最簡單咧，我都想問，其實叱咤根據你哋嘅立場，叱咤係唔專業嘅，根據你哋嘅立場，以前咁而家，係而家係可以點解？哦，嗱，因為佢有現場投票，咁就係咁佢咧一個在現場投票嘅啫。咁就係為主噶啦，即係所以我又想即係輪調投啊。係，我係唔知，因為今日我嘅理解就係播放啦咁樣，我唔知先。所以呢啲嗱就係為咗啲拗完全場，明明地又唔係真係話我好激咯啫。但係如果你嗱，佢哋有啲問題，嗱你哋有冇功係咪先？其實都有責任啊，我都覺得呢啲位即係。如果你一個獎係咁好明顯唔係為主，咁即係你哋都認為佢係專業啊？我哋都係勁過㗎。勁過，所以叱咤你哋唔講嘅。啊係嘛？嗱，其實即係我估係啊，即係你哋都有講過一兩次叱咤㗎，但係你哋冇特登去攻。其實就係我心裏邊諗緊啊，咁正方嘅立場係點？你又唔攻啊嘛？咁變咗我就一路即係又係係地，我又覺得係咪先？其實有啲位都係肯攻起啊。他們真的不想打我們，因為其實播放得好，播放得你是 DJ 的播放真的是專業，還是你都覺得播放得好人都是民主的看法？我不知道，就是很多即有這些傳言。現在你對台灣即你知道他們是說理想中的專業，其實將香港的全部不跟你說，我想直接說一句陳雷的感覺，其實是有些人投票給他，但是很多專業團團都給他，即這個我就會覺得即陳雷不是只是說在網民即是惡民投票才會選擇贏給人家的嘛，即是變成他這個例子，即是我覺得大家都用了來說自己有利的少許，但是怎樣去過到對方呢？我覺得反方你的攻勢比較累利，即是差少少，如果今天萬一即是真的不幸呢，即是就不是黑箱作業，就可以想想這些位置呢，你有沒有拆死的，或者有沒有曲詞偏假，你們是追著一點，那些惡民有沒有聽完？如果俾我，我會追多一樣嘢，編曲同作曲有咩分別？即刻嚟咯，係公辯嚟嘅，係啦，佢哋就歸為咗論辯。論編曲同作曲呢兩樣嘢，佢需要嚟考核，即係兩樣嘢我哋。好，佢哋嗰啲佢哋嚟講，總之就係要有個考核制度同埋要注意。所以我嚟講就係，即係一般我話你哋編曲同作曲你都未成分，咁所以對於佢哋啊。即係喺佢哋嘅生活，所以都唔使分呢啲獎啊，定係都要分，不過就係純粹你要證明佢有考牌先咯。但係我話生活中話，其實嗰啲臨職嗰啲都唔一定會考咗牌先去做。但係我哋會覺得咁臨職所以唔專業嘅，即係我又覺得，即係變咗嗱呢啲，我覺得佢哋講法係啱作為正方即係俾我大家幫我嘅，但係點解我覺得我要幫都冇分，即係點解去令到佢哋嘅講法有漏洞？即係我覺得佢今日講咗成場，我又覺得 O K 嘅，即係有呢啲。到佢哋真係有啲咩咁大問題咧，係嘛？咁所以我最後講多樣嘢咧，即係嗰個消費嘅惡迷投票會令佢哋嗰個推動，我覺得係
最強嘅，亦都係佢哋最弱嘅嘢。又係呢個位置，我覺得咦，即係成場俾你係有功，但係冇功得死咯。其實呢樣嘢就係、是，其實本身啲人已經不斷去買佢哋啲嘢，咁嗰個歌手賺咗咪就係錢咯。我點解我仲要頒個獎俾佢哋去？即係係咪先？即係大家明一啲有罪，我揾到錢唔一定有名噶嘛。我有名就通常冇錢㗎啦，即係呢個世界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即係我清高嘅就唔明㗎嘛。我嗰啲大富大貴嘅人或者呢個錢有嘅人就明㗎嘛。即係我會覺得係，而最大嘅問題都用佢哋嘅邏輯咧。你基本上全香港得一個頒獎嘅啫，因為搞十個都冇，如果十個都係惡藝選出嚟嘅，咁你個投票結果理論上都一樣。專業的好處就是理論上不同專業人有不同的專業評審，我哋今晚有三個我哋嘅著重演講方面多啲嘅，可能會用三個評估我哋著重你有冇詞有矛盾多啲，我哋會選出，而呢啲咪就曲詞偏啱，即係填詞點為之填得好啊？啱唔啱音啊？嗰啲詞係咪啲重重複複啊？係咪喺呢個時代或者係今年有啲突破性嘅？即係呢啲我估嘅就係話喺填詞界佢哋會有少少。當然會唔會有黑箱作業定係收受利益係咪？但理論上我哋覺得一班如果填詞人係嘛，佢哋會選一個所謂專業嘅製作人講，你會唔會真係填詞填得好好？編曲都係嘛係嘛，即係我哋呢個製作人填啊，我都唔識人嘅係嘛，就係啲人即係啲電友啊同學仔教翻好，喺佢啲和弦啊和音啊係嘛，即係同一個曲調，你配咗呢個和弦，哇首歌好聽好多啦。其實我哋唔識問，如果樂迷投票咧，永遠就係、是。General， 哇 ，General 嗰首歌好好聽，雖然可能後生嘅人都有聽過可能，但係總之即係你明啦。總之我嘅感覺就係嗰啲樂迷咧，總之首歌旋律聽落好聽，我就可能掹獎都投曬佢噶嘛。但係如果你去到編曲，我作為一個專業嘅編曲，我真係會睇到其實呢首歌本身已經好好聽啦。你咁樣編好通水平嘅，係嘛？喂，呢首歌其實個旋律本身好，即係好普通，但係經過你編曲之後，哇，真係好聽咗三倍。其實我哋如果選最佳編曲專業獎，其實就講啲娛樂。我覺得雖然即係今日粵方唔係話冇攻擊，即係全部都有裝攻上去，但我又會覺得即係好似未拆得死咯。咁所以即係咧，如果萬一係今日輸咧，就拆唔死對方。咁但係萬一你哋正方輸，因為我都唔記得，我嗰段講先，我估一兩分，我真係都唔敢肯定我俾兩分。另外仲話，就算我知道我票，我都唔知另外兩位評判點啊。所以萬一今日你哋都輸，就係話，我覺得喺推論過程。有啲嘢都真係做得比較好嘅，係嘛？如果贏咗就係因為好彩佢哋嘅能力撐到啫，係嘛？如果輸咗咧就真係冇辦法啦。你有啲嘢推論嘅過程都說服唔到我哋，咁所以就話輸。好，咁講到呢度，我講個先女。咁啊，都請甲方同乙方下一位嘉賓，係一陣我哋上翻台，同埋一齊一齊。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日粵方係選擇咗一個嘅方法係講出嚟話俾我哋知，哦，原來台灣做到啦，我哋全部都要換翻呢個模式。咁如果你唔係台灣嘅模式咧，咁你就會再有評審，但係你唔係一個專業嘅評審。即係我去到自由辯論嘅時候，聽到啲類似嘅嘢啦，就因為台灣我哋冇西商業考慮啊等等嘅。咁我見到其實呢樣嘢，我相信甲方係應該唔能 get 到嘅。佢係去到自由辯論，因為我見到佢講嘅時候，甲方亦都查過咗行過乜嘢嘢咁樣樣，係啦。咁我會覺得我理解粵方咁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啦，咁我覺得係 OK 嘅做法。咁但係我覺得如果粵方可能未早少少係留意得到甲方係唔明白你講緊啲乜嘢嘅，又或者其實即係佢哋不斷同你講話阿建哥金湯同你講叱咤，咁但係你哋嘅打法就只係純粹話俾佢知阿建哥金湯唔耐討論之內，叱咤唔耐討論之內，咁就好似一啲好無謂嘅對話咯。去到後邊你先至真正講到出嚟，哦，原來你哋心目中嘅方法係啲乜嘢？咁但係正方聽完，甲方聽完啦，咁。佢唔明白，咁你又唔再捉住佢去同佢講嘅時候，我會覺得有少少嘥咗一個位置。咁係，所以可能我最近就係，我覺得你捉到碌，但係唔知點樣去插落去打落去，咁就有少少可惜咯。我自己覺得。咁同埋我會覺得有少少有啲，即係成場都有一啲，啲大家講講下都有啲反駁嘅位置，好奇怪。即係我唔知係我嘅理解錯定點樣啦。即係例如我會聽到粵方講話，佢哋講到話，如果香港所有嘢都唔符合我哋討論範圍之內啦，咁但係點解你哋要提出個議論？即係呢個嘅運用個古天樂出嚟講嘅時候，因為好混亂，所以我唔知道咧，呢樣嘢係咪真係一個恰當嘅去攻擊佢咧？即係既然你都已經講咗話，古天樂都係一個啱嘅，咁但係你又覺得香港要我嚟俾嘅，咁你對嘅正方，你對甲方唔好同我講健康溝通，咁但係又繼續講古天樂喎，咁我就覺得呢個位置可能有少少削弱咗少少啦，係啦。跟住另外就係去到，其實都係一樣嘅，甲方咧就係、是。有啲位置我都唔係好理解佢哋嘅做法，因為即係例如講到話啲小眾攞獎啊，咁但係我嘅喺你哋一自由辯論啊，或者喺度前場嘅時候，有啲人好似講緊話小眾係應該要攞獎，你話應該攞，我唔係好 get 到咧。其實對於甲方嚟講，啲所謂小眾嘅音樂，佢哋係可以即係喺 free 問嚟噶嘛，到底小眾變成之後有冇問題啊？到底小眾可能要派，即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出現咗嘅，咁我會覺得係比較混亂咯。知你哋想講乜，係啊，咁但係我又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在於呢場比賽整體而言啦，我覺得大家都會嘗試去即係跳入去對方度同佢打啦，即係你見到其實甲方由本身開個頭出嚟，我話開完個標準打花齊個，有個公眾參與，大家會一齊去為佢做宣傳，我覺得係 OK 嘅講呢啲，咁但係去到後邊好似就已經漸漸地甩咗嗰個嘅即係 K-pop 嗰邊咧，韓國點樣去幫手宣傳嗰啲，其實已經漸漸地甩咗。咁我諗，如果可能你就呢一方面去繼續去約講多啲嘅時候，即係當然啦，因為粵方有嘗試去插你嘅，粵方係有嘗試同你講話，喂，唔係喎，咁嗰啲本身佢哋自己本來都會去消費㗎啦，咁你今日都冇論證過呢樣嘢同頒獎典禮有關係，即係粵方有嘗試去插嘅，咁我唔知甲方喺呢個位置上面有冇一啲好具體準備到嘅嘢可以同你講啦，咁但係我會期望聽到多啲甲方喺呢個嘅回線上面可能會再做得好些少咁樣樣啦，係啦，咁而。另外關於粵方，佢最後有少少想講嘅咧，就係關於佢不斷提到一個專業評審嘅位置咧。我聽到都有啲唔同嘅講法，即係咧，佢一開始你哋講專業評審就係講緊一啲係業界人士，佢有專業嘅經驗，有專業嘅投資嘅時候，即係有啲專業啦，係啦。就話係呢啲作人啊、電視人等等。咁但係佢後場好似變咗成為講話，我哋唔係要個人專業，我哋要嘅係個過程專業。因為我記得有結辯出嚟講嘅，就話我哋咩叫專業，係一個過程專業。咁所以即係到底你係要個人去專業啊，定係要個過程入面大家要去，我哋要聽曬咁多次話，正大家都結辯出嚟話，你知要聽曬十萬分鐘嘅歌，點樣先為真正嘅專業咧？咁我覺得有啲唔係好知你哋做得最後係想講啲咩咯。因為我本身一直以為你哋係想講緊就係嗰個評判，佢會係好專業嘅，佢哋係一定喺呢方面有一啲。可能佢哋有啲學歷又好啦，佢哋係有啲嘅國際知名度啊，等等等等。咁但係後屘又變咗好似唔係咁樣樣喎，咁我就有少少混亂咗啦。所以就係整體而言，我覺得今日兩邊佢哋講嘅我都明，但係好似由前面去到結辯一直陷落去成場比賽嘅時候，漸漸有啲講法唔係好統一得到。咁呢個就係我今日稍稍見到嘅嘢啦。咁至於個分數上面，我都係真係好接近嘅一場，所以話都真係計完分再。咁咧，從中嘅有都唔再多講啦，因為
點咧，其實好清晰噶。但係咧後來一去到問問題咧，大家就方寸大亂啦。好似彷彿咧忘記曬自己嘅主線啊，嗰啲什麼譬如甲方講嘅要普及程度啊、加強溝通啊、多元啊，或者咧展現唔同音樂人嘅風格啊。喺後期其實我唔係好聽到好詳細嘅展述或者好深入嘅例子，你哋好似都好努力為反駁對方而反駁咗啦。咁然後咧，粵方咧其實我都好期待嘅，即係當你咁都好專業咁將呢個台灣嘅金曲獎成為你哋嘅一個嘅參考嘅時候咧，我又唔係真係好全面聽得到到底佢哋喺詞曲演唱錄音曲風裏邊方面究竟佢哋點樣專業化咧？即係呢一個嘅台灣嘅金曲獎嘅團隊係啦。咁你哋好強調嗰個嘅評審過程要專業。咁其實我除咗聽到評審要專業，評審係專業之外咧，其實我又冇具體聽到都除咗聽曬首歌啦，係啦。咁其實佢哋當中有冇啲好具體嘅實例？佢哋點樣回應其他嘅傳媒嘅追問啊？或者佢哋又有冇啲實際嘅語錄啊？或者佢哋我冇記錯有一年嘅金曲獎咧，係試過張惠妹嗰個嘅經理人做評判嘅，係啦。咁佢當然好有經驗啦。咁但係喺過程中就係好多人質疑佢，喂，咁你某公司出嚟嘅喎，你係張惠妹嘅經理人喎，你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啲嘅偏頗咧？咁其實我記得佢嘅回應係都好不提嘅，即係佢講緊最後嗰個你哋講嘅透明性啦，嗰個嘅討論同投票咧，唔係張惠妹嗰個經理人一個人決定曬。咁我覺得呢啲係對我嚟講都係比較有力嘅論點論據咧，去話俾我聽點解佢哋先係屬於一個專業嘅過程啦。OK， 咁咧而咁樣會比較有力去反駁到對方啊，我唔係嗰種嘅主觀性，因為好老實講，即係什麼曲風啊、用嘅唔同樂器啊、音樂啊、電音啊，跟住錄音嘅過程啊 ，OK， 咁咧或者係一啲詞曲嘅編排啊，我都唔係好聽到啊，咁我唔係佢能夠。即係點樣去作為一個專業嘅評判咧？咁我覺得呢方面可以再講多少少咯，係啦。咁但係咧甲方嗰度咧不停攞到考牌，咁其實我哋在座咁多位評判應該冇考過牌嘅，係咯。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對方其實佢會有公平嘅位置，但係咧都唔好忘記要不停去為自己嗰個嘅定立咗嘅論點咧去不停去解釋啦，同埋咧。我都認同要加強翻個攻擊力度，即係同埋咧甲方咧其實佢哋就會好努力咧，佢會去反駁你好多嘢啦，跟住咧，我覺得佢哋都真係聽唔明佢哋講嘅嘢，因為咧佢哋都好多次用咗其實同你哋觀點唔一樣嘅例子去反駁你哋，咁變咗好重複啊，即係變咗好似講咗十個其實大家都唔相同要比較嘅例子出嚟咁啊，純粹好似啞咗好多時間，大家都聽唔各説各話。比較強烈，但我都欣賞大家好透明嘅，特別過咗第一次嗰個嘅發問之後咧，大家第二次嘅互相追問，其實個效果好咗唔多咁嘅樣，係啦，咁期望大家就繼續進步啦，都係。我翻嚟第三位評判，咁而家咧會由我哋宣布賽果，首先咧會宣布最佳辯論團嘅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團咧係甲方二胡方圓華。至於今日嘅賽果咧，甲方得票為一票，反方得票為粵方得票為兩票。換句話說咧，今日嘅勝出咧係粵方。